生，这位病人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。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那些人太过分了啦！我来报警。不要。那些人知道我们什么学校的，怕他们找麻烦。莫名其妙被勒索，老师还送医，怎么可以算了？去给我找出一群高中生在病患了。是。好。哎，左边这边，快点！哎，同学，同学。同学，你们真会吵到其他病人，你们真会吵到其他病人了。就是你们找谁？你们要干嘛？不要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我问心无愧，我的意念本质就是勇于坚持。我问心无愧，我的历练属于我的表达方式，只要抓到机会，成为我的猎物，我只需要烈士，不屑摆在眼前的路。像个肉食动物，只看饥饿，只把自身欲望给束缚。理想和现实想要清楚白的产生 欧改 谁在洪流被淘汰，剩下多少人崩坏，挣脱枷锁后的爱。你们想干嘛？警察先生，我来看病，不行吗？看病。警察先生，我刚才不小心跌倒，朋友来看我。那这。赵大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就让这句话在我脑里面一直无止境的跳针吧。高中生为了拯救同学对抗黑社会而壮烈的牺牲，这个漂亮的头条标题本来应该会是我明天在媒体上首次的亮相。可恶的高老师竟然把我的风头抢走啊！我承认我在这个危机的时刻还是挺帅的，而且懂得把害怕隐藏起来，
真是好险，否则我这个主角的光环可就保不住了。年轻人，不要挡路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说过不要叫我大哥吗？这里是学校，要叫我老师。所以在外面就可以？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当大哥很威严。谁说的？我告诉你们，要逞凶斗狠很容易，但是有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不如当路边一根草。凡事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俗辣哲学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哲学。老师，你是历史老师，不是国文老师。看来老师是怕我们太崇拜他，会学坏。那我们继续把你当俗辣老师。哎，几点了？上课要迟到了，比我晚进教室，你们知道后果了。走啦、啊，拜拜，俗辣老师，俗辣拜拜。高老师，昨天的事谢谢你。以后别再麻烦我了。老师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那天来我家跟我妈说了什么？你可以回去问你妈。我问了、啊，她不说，是什么话让她哭成这样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，你跟昨天晚上那些人是怎么认识的？为什么他们要勒索你？放学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撞到他们了。我跟他们说对不起也没有用，他们就是一定要我给钱。既然你不打算对我诚实，那我也没必要告诉你。他掉到马桶里了啦。老师，一峰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干嘛告诉你？你没试过掉到马桶里啊？好了，上课了啊、哦！打开你们课本，翻到第63页，那个长得像马桶里面的那个噗噗的那个啊，陆一峰先生，麻烦念一段给同学们听啊。老师，死人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？活在当下就好了、啊，那我们就赶快活在当下、啊，对不对？活在当下。陆一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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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一涛。拿板啊！曹操的猛士之中，以寻。徐为首，来自汝南颍川的士人表现最为杰出。最初他们仍存有复兴汉室的念头。看不起我，我证明给他看。来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何进。
哎，小欧，把球丢过来。白痴哦，你丢哪？哎，小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你买的、哦？我亲手做的。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，所以不是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们，所以我就用冰箱的蔬菜做了一点。哎呦，大家都同学，说什么谢？不要那么客气。医生，有没有瓦萨比啊？好吃，看不出来手艺这么好哎。对耶，哎，小恩真的比我还贤惠。很多人都比你贤惠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不吃？你不喜欢吃寿司哦？寿司，可是寿司吧？呀！好吃。那是被你吓到我了啦。小叔，你留一点给我。阿佩，我刚刚练了一首新歌，想要弹给你听。是吗？说什么中分呢、啊？自以为郭富城，你穿个高腰裤，有够老气，整天面笑嘻嘻，把牙打断。闭嘞！没有了，想说模仿一下 Michael。你很搞笑啊 ！Michael 哦。所以是被车撞哦，消失这么多天，就有这副德行。干，我是被看爆的，而且我知道谁干。谁？陆一峰啊！就上次弄小欧的时候，陆一峰跑来挺他，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。妈的，干他找人围殴我哎！算我是单挑的。OK， 你帮我找人弄他啦。干，不然我以后在学校怎么混？你说他要找人弄你，找谁？那个四眼田鸡，还有那个女的、啊，就那几个杂招就可以把你弄成这副德性，丢不丢脸？你看，你长得那么欠扁，想教训你的人应该也不少。你哦，真他妈要我帮忙，先找到人再说吧。你到底要帮我啦？你也没有帮我要到妮妮的电话。不是啊，你讲什么？放心啊，该照你的我还是会照。把这布洗一洗，顺便把你这个装死的脑袋也洗一洗。哎呀！真的是这里吗？这也太荒凉了吧？怎么有点像废墟啊？对啦，你不要怀疑啊，它光就是废墟啊。哦。哎，这里啊，你好，你刚刚在电话里头说你是阿威的表弟。对啊，他被关进去之前，我们都玩在一起。他说他在光宇高子这边有一群很好的兄弟，
你想要怎样？就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一下，帮个忙。我之前欠阿威一个人情。认识你十年了，你还那么幼稚。